他的朋友午安，哎，我刚刚看饥饿游戏，他们有个游戏很好玩，就是这样子，哎，其实这就是拉筋，但是比较有趣味。拉筋对身体很好耶。他说，因为我没有他拿过，所以我有啊，扑克牌就放在这里，这个一个脚踝，这里就一张一张叠，怎么呢？叠上去。哎，看你可以放几多张？对，我的第二、第三，挑战一下。挑战一下。挑战了四、五。六，对，七，哈、啊、哈，还有，可以吗？七下了八，咦，还有会抽筋吗？八已经最多了，九可以吗？勉强，好勉强哎、欸啊！等一下，啊、好，十掉在地上了、啊。没有，拜拜啦！祝你们平安喜乐喽。